佛講俾我哋聽，《法華經》係非常重要，所以無論在座所有嘅佛嘅弟子都好，你都應該有個責任去將《法華經》繼續弘揚落去。不管係你自己去受持，乃至到令他人有機會去受持，我哋叫弘揚《法華經》都好，我哋都要去應於名下。咁啊，如果到時俾你哋揀啊，我唔知道你哋會喺娑婆世界裏邊去弘揚《法華經》啊，定係要去他方國土弘揚《法華經》啊？好，大家請合掌，三清佛號，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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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無上甚深微妙法，八千萬劫難遭遇，八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願解如來真實義。好，大家請放掌。好，大家好，阿彌陀佛，歡迎大家今日又嚟到正會啦我哋繼續我哋嘅大乘妙法蓮花經嘅導讀今日係第五十課啦。咁我哋咧仲喺呢個第十三品呢個圈詞品裏邊嘅內容上堂啦，裏邊我哋講到啦呢、這個有關於佛咧有富足。啲弟子咧要去弘揚《法華經》嚇，咁弟子咧當然咧聽到佛嘅所講嘅，咁一定要點樣啊？發願啊，誓願要喺呢個惡世或者要去到他方國土咧，去繼續點樣啊？留報呢個《法華經》嚇。咁我哋上堂裏邊咧，其實講嘅就係話，主要就係一開始就有一批弟子啦。咁首出場嘅咧就係兩大菩薩，咁啊藥王同埋大樂説菩薩為首嘅兩萬菩薩咁咧就願意去弘揚呢一個《法華經》，而且咧佢要喺娑婆國土弘揚嘅咁呢個咧就上一次同大家講嘅內容啦嚇。咁啊亦都有提咗所謂呢個勸詞品嘅詞啊，係咩意思咁咧如果按通俗義嚟講咧，即係或者我哋講喺《法華經》裏邊嚟講咧，只要你作為一個弟子能夠受持、讀誦、書寫咁呢個咧係詞嘅意思如果若特殊嘅意思嚟講咧，就話行者即係我哋啦去將《法華經》受持，然之後咧詞就係點啊？存喺自己個心裏邊不忘失不忘失呢個叫做詞啊嘛。不忘失，令到《法華經》點樣啊？可以久住於世咁呢個咧都叫做詞都係特殊嘅意思。咁即係我哋係咪都做緊㗎？我哋都做緊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自己要受持，亦都令到呢個《法華經》可以一路弘揚或者一路流通落去嘅。咁就係呢一個勸詞品裏邊呢一個題目嗰個意思勸咁當然就係佛所勸啦，係咪咁咧喺上堂嘅法義咧，就主要同大家講咗關於呢、這個引慾力點解我哋要講引慾力咧引慾力包括就係、是我哋講緊上次有講緊內怨害啦，要安受苦忍啦有略略提到呢個第七法忍啦點解我哋要有呢一種咁嘅忍耐力因為上堂講嘛，娑婆世界的眾生是怎樣惡人多增上慢的多善根又少貪聞名聞利養的又多所以這個地方好不好道如果相比極樂世界或者相比其他淨土來講難道所以我們今天裡面呢就會看到有一批弟子呢他要去弘經但是呢他不願意在娑婆世界弘他要在他方國土弘經今堂裏面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除了之前我們所講以兩大菩薩藥王大樂説菩薩這批的菩薩他願意留在那裡弘經之外其他的好像我們今天講的有五百阿羅漢另外有八千的學即是有學無學有學的即是我們講在初果二果三果的都叫有學四果又叫無學有八千個的弟子還有兩類的比丘尼呢今天呢都要在要即將告訴佛堂聽他要弘經他要誓願弘經但是呢當然啦你一聽到這一批弟子呢五百阿羅漢八千學無學位 的弟子兩類的比丘尼弟子現在講緊的這些全部都是之前是聲聞的啱啱回小向大嘅啫，咁所以佢嗰個對於眾生嗰種，對於眾生嗰種
即係嗰種叫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嗰種心啊，啊有未啊？有，但係咧唔強嘅，咁所以咧佢要揀乜嘢啊？佢要揀一啲好賭嘅地方，咁啊，等間又會講下，咁佢哋實質就真係話明噶啦，唉、哎，呢個娑婆世界怕要渡嘅唔容易啊，所以佢哋寧願喺他方國土去弘揚嚇。咁啊，另外除咗呢一批嘅聲聞弟子啦，啊，仲有今日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有兩類嘅離眾嚇。咁啊，今日咧除咗佢哋話要弘經啊，因為佢哋要發心弘經啊，所以咧佛咧亦都喺呢個勸詞品裏邊咧要幫佢哋受記啦嚇。最後受，我哋之前咪睇到一個榜單嘅，一路連龍女都受記啦，做到最後到邊個受記啊？就係呢啲比丘尼要受記啦，呢類嘅比丘尼受記。咁但係點解佢哋要受記？點解佛要同佢受記？因為佢哋都願意弘揚《法華經》啊，咁就要同佢哋受記喎嚇。咁、啊、包括就係呢一個嘅太子嘅姨媽啦，啊即係釋迦太子嘅姨媽啦，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啊，另外咧就係羅侯羅嘅媽媽啦，啊呢、這個耶輸陀羅嚇。啊咁啊，咁啊，佢哋都要受記啦嚇。咁啊，受記完之後咧，咁跟住仲有八十萬億嘅那由他嘅不退轉大菩薩嗱，都話要弘經啊。咁啊，佢哋弘唔弘得成咧嚇？佛陀有冇批准佢哋弘經咧？咁啊，等間我哋今日就會喺呢個內容咧，就會同大家今堂嘅內容咧，就會同大家講啦嚇。咁我哋咧就事不宜遲啊，而家咧就進入呢個經文嚇。咁我哋一齊念下呢個經文啦。以是眾中五百阿羅漢得受記者，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講說此經。嗯，我哋再讀埋下邊呢個經文嚇。復有學無學八千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掌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廣說此經，所以謝學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懷憎上慢，功德淺薄，親族淺曲，心不實固。咁啊就好啦，出咗兩批弟子，一個五百阿羅漢嚇，一個咧八千無學，兩批嘅弟子要弘經啦嚇。呢、这個時間有五百弟子啊，咁呢個五百弟子記唔記得喺邊度嚟㗎？之前咪有個五百弟子受記品嘅嚇、啊，就係、是、呢批弟子啦。咁裏邊咧有好多阿羅漢，咁咧亦都得到受記嚇。咁 啊就向佛講啦，我都願意自願去弘揚呢個《法華經》啊。咁啊喺邊度弘揚啊？喺他方世界啊，能夠廣為異說啊。咁異國土即係唔係喺依度啦嚇，喺娑婆世界以外嘅。啊、另外咧就呢八千個學無學嘅弟子嚇，咁、啊、亦都從座而起，咁、向佛合掌咁樣講，佢話佛啊，如來、啊、我亦都願意、去他方國土裏邊講説呢個經嚇、啊，異國、啊、或者他國其實都係同一個講緊指緊同一件事嚇，咁跟住佢有好坦白咁講啊，所以借學為什麼呢、啊、因為咧。这個娑婆國中、啊、即是我們這個地方啦、啊、毛病多啊，呵呵這裡的人呢弊惡多、啊嗯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不易教化，你看人家都怕了我們，呵呵他們是哪裡成就的，都是這個世界成就的，成就了你看、啊、二成的心懷就是這樣，就算現在回小向大都好，都是看到你好像鬼見愁咁，所以我哋講聲聞弟子就係喺大城裏邊嚟講，佢哋真係好有趣嘅，即係咁驚我哋，我哋驚唔驚我哋對方啊？你哋驚唔驚啊？驚唔驚你哋自己身邊嘅人啊？係咪？所以我哋係咪大菩薩咧？我哋都係大菩薩啊！所以咧就對於身邊嘅人咧，我哋唔會有一種厭煩嘅心啊。但係咧二成唔得啦，二成見到咧，哇！真係好似冤親債主一樣啊！我諗啊，如果佢哋咧要佢哋寫嗰啲。法會那些冤親債主的牌位我想寫到成屋都是都未寫得完好了那就跟大家講講個內容這個異國土現場其實就是有這個八千人也都有這個五百羅漢等等他們呢都是希望要在異國土去弘揚異國土他國土都是指娑婆世界以外的地方去弘揚咁要去他國嘅教化咁啊，因為點解咧？咁都講得好清楚啊！弊啊，即係壞啦！呢度啲人好壞啊，惡係咩意思啊？咁啊，惡最惡就係貪嗔痴慢疑啦，等等呢啲煩惱啊！嚇，呢啲煩惱係邊？係咩煩惱？係所有嘅阿羅漢之前要斷除嘅，
要好辛苦去斷除之後先至可以食阿羅漢啊嘛。所以你娑婆世界裏邊有咁多呢啲貪嗔痴慢疑嘅眾生喺度啊，咁係咪佢又會好驚啊？係嘛？所以心裏邊就唔想去度呢啲眾生。咁仲有咧親族淺曲啦嚇，親人心好大嚇，咁啊又好虛偽嘅嚇，又好淺昧嘅啊。咩叫淺昧啊？即係你個人彎彎曲曲啊，個心啊。口和心呢怎樣啊？不一啊，這個人不老實啊，外面看的和個內心裡面剛剛相反啊，親威心又很強啊，都是這些都是在佛學裡面，就是在佛陀修學上面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來的啊。所以我們說直心是道場啊，還有呢我們的心裡面要柔軟呢，這兩大煩惱啊，我們如果斷除了我們修行容易得利啊。但是這些正正又在我們娑婆世界裡面很強的很次性的煩惱的啊。所以我們自己要如果給你們選擇，你們寧願親心強啊還是潛曲心強啊？你覺得寧願你們選擇哪一種煩惱強，所以我願意去修，你們自己覺得怎樣啊？親心呢就很猛利的，潛曲呢就很怎樣，很狡猾的啊。其實兩種都不好修。你話一個親心強的人啊，當然咧，佢應該可能內心裏邊好剛強嘅，但係我哋要知道啊，你修福就唔得啦啊！我哋一親心一起嘅時候點樣啊？火燒功德林啊！你過去所修嘅全部都冇曬，咁你點樣成就嚇？咁啊，淺曲心啊，仲麻煩，你都唔知佢真定係假嘅，佢冇辦法，佢自己尤其是佢好多時係唔會去承認自己嗰個錯誤，乃至佢表面可能。好承認，但其實個內心裏邊佢唔同意，你就好難去教化。咁所以呢兩種嘅眾生都好難教化。咁呢兩種眾生喺邊度多？喺娑婆世界多啊。咁所以咧，最後就引申到喺五百阿羅漢又好，八千有學無學嘅聖弟子都好啦。佢哋都點樣啊？寧願選擇他方國土去弘揚法華經。佢哋要唔要弘揚？要，但係咧，佢哋都唔敢喺娑婆世界裏邊去弘揚啊，唔敢去承擔啊呢件事呵。唉，所以我哋幾得人驚，你睇下，要做好啲啊，唔好要我哋啲菩薩咁辛苦啊，係嘛？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開始就到弟子啦嚇，啲聲聞弟子咧就男嘅就講完啦，而家講下啲女噶啦嚇。咁之前一路我哋知道好多嘅好多嘅聲聞弟子啦，譬如好似舍利弗啦，第一個喺上週啊，我哋叫做喺第一週裏邊咧，同佢喺法說週啊，同佢哋說法啊，同舍利弗說法啊，唔係同佢哋，應該係同舍利弗去說法。舍利弗咧都即刻已經明白咗呢個一乘嘅道理。咁再嚟要道嘅就係要講譬喻嘅，記唔記得啊？有邊四個大聲聞？大迦涉、須菩提、迦旃延同埋目犍連啦啊。咁跟住到。譬如周完咗之後咧，講完道理，講完譬如，仲要講埋宿世因緣，即係下根嘅弟子，包括富勒那、嬌陳如、千二百阿羅漢、羅侯羅、阿難、二千有學無學嘅聲聞弟子。咁佢哋講完啦，同佢哋講完道理，講完譬如，講完佢哋過去曬同佛陀嘅因緣，同埋或者佢哋自己嘅因緣咧，三周説法完啦。咁仲有都係男嘅弟子喎、咁跟住咧，仲都未到女嘅弟子講，仲要講乜嘢啊？提婆達多品裏邊講邊個要受記啊？提婆達多自己啦，仲有龍女啦，龍女受記啦。講完啦，先懂乜嘢喺呢一品勸呢、這個勸詞品裏邊咧，要為女人受記啦。咁裏邊咧就有呢個釋迦太子嘅姨媽啦嚇啊。咁、我哋又叫摩诃波舍波提又叫做大愛道啊。大愛道是誰啊？大愛道就是所有女眾的出家人的祖師，她是第一個女出家人、當然也是阿羅漢、啊、還有這個羅侯羅的媽媽啦，就是耶輸陀羅、還有六千的比丘尼，就待會我們會看個經文就會跟他們受記了、所以你女性是不是很慘呢？受記都要去到最尾、但不要緊、我們叫做什麼知道好過冇到，係冇錯。好，咁我哋一齊睇下呢段經文。以是佛而母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與學無學比丘尼六千人區從座而起，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於是世尊告嬌昙媚，何故休息而是如來？汝心將無為我不說與明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耶？咁啊，呢度想講乜嘢咧？就係、是、呢個時間咧，就佛嘅佛嘅義母嚇，咁啊領住呢個聖弟子啦，或者學無學嘅六千嘅比丘尼咧，咁啊從座而起，咁啊一心向佛嚇，咁去做啲乜嘢啊？咁啊瞻仰呢個佛嘅尊顏啊，隻眼咧就目不轉睛地望住佛啦，咁啊。諗緊乜嘢咧？咁啊，此時咧就佛咧就同呢批嘅比丘尼講啊：你哋做乜嘢啊？做乜嘢？你哋個樣咁憂愁咁樣嘅咧？咁啊，面有難色啦嚇，我哋叫面有難色。咁啊，睇住佛，跟住佛咧就知道佢心意嚇。你係咪心裏講？係咪咧？心裏邊係咪諗？點解我哋做？點解我釋迦牟尼佛祖唔同你受記啊？係嘛？急唔急啊？你哋？摩诃波舍波提即係大惡道比丘尼咧，其實都是在佛教界裏面都很重要的一位比丘尼啦嚇。我們都知道釋迦太子啊，個媽媽叫做咩名啊？啊，摩耶夫人啊嘛，生咗太子七日之後就點樣就往生啊，去咗多利天啊。咁啊，所以呢個對於佛嚟講，佢就叫做乜嘢咧？叫做仰慕。是嗎？叫做仰慕嘛，仰大釋迦太子啊。咁啊，咁啊，當佛成道之後咧，咁啊就呢、這個後來就因為阿難嘅祈請啦啊，咁啊阿難嘅祈請就話，本來你都知道一開始僧團係冇女眾嘅，大家知唔知啊？啊，咁後來就阿難就問佛陀，女眾修道可唔可以成就阿羅漢？咁佛陀話得。咁啫，咁佛陀講起一切眾生都皆平等咁啊，咁佛陀都話得啦，咁點解唔俾佢哋出家咧嚇？因為我哋知道，如果喺聲聞嘅律典裏邊嚟講咧，你在家居士只能夠最多都係修到去三個嘅啫，啊，你修到四個要做阿羅漢嘅，必須要出家，啊，就算你無論點都好，你唔會再向往有家庭嘅生活啦，所以出家呢件事其實一個象徵嚟嘅。即是说你想，如果在声闻的阶位里面来讲，你想由三个去到最究极去到四个的话，你必须出家，不管男和女都是一样。啊，但是因为阿难的祈请，佛呢容许了。所以呢第一个出家的呢就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啊，出了家，所以呢今天呢你也都大家一齊喺法花會上面啦，咁啊一齊去聽佛陀說《法花經》嚇，咁但係咧呢度就好有趣啊！佛就話啦：，做乜你哋個樣？如果我哋用現代話嚟講話，做乜你個樣咁難睇嘅？咁你係咪覺得點解個個都受記啦？點解未同我受記啊？個經文就係嘅咁樣嘅意思嚇。咁好啦，咁啊姨媽講完啦，咁係自己嘅故意啦嚇，咁啊另外就要都等間會講嘅嚇，咁啊先講咧就係嬌昙媚啊，即係姨媽嚇，咁咧就要同佢受記嚇，咁我哋一齊讀下呢段經文。嬌昙媚，我先總説一切聲聞皆已受記，今與欲知記者，將來知世，當於六萬八千億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及六千學無學比丘尼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作佛，號一切眾生起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嬌昙媚是一切眾生起見佛及六千菩薩轉次受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好啦，啊，同姨媽受記啦，啊，就講俾嬌昙媚聽，啊，我在上面已經總說了，即是說我之前已經總說一切的聲聞都已經成佛了，即其實包不包括他們啊？其實都包括，但我們說真的未叫到你的名字的時候都心裡還差一點嘛，是不是？既然你留在法花會上的，基本上你的心應該對法花不會再有疑問，而都叫做已經回小向大的了，所以佛先至去講這一句說話，即是我總說一切的聲聞我其實已經跟他受記了，啊，不過呢現在呢，啊，你應當知，啊，現在要跟他受別記，即是說我特意要為他受記。
你將於來世經過無量嘅時間，喺呢度講緊六萬啊，呢度講緊話啊，將一個好長嘅時間咧，你啊要成為大法師，你嘅所帶嚟嘅呢六千學無學嘅比丘尼咧，亦都如是嚇。咁啊，當你哋咧漸漸具足菩薩道，即係話我哋之前講啊，成佛裏邊要修福修慧啊嘛。當你哋個菩薩道具足之後，跟住先至能夠點啊？先能夠成佛咁咧，具足十號咁，然後咧就其他嘅比丘尼亦都點樣啊？一個個咁樣次第輾轉受記嚇。咁啊，佢哋個佛號叫做乜嘢咧？一切眾生起結啊！咁啊，喺呢一個嘅焦檀微裏邊咧，佢佛咧就有去同佢哋講咧，關於佢哋啊，而家因為而家已經同佢哋去受呢一個別記啦，就唔係話好似我哋講受普記。我哋之前咪講話受記有好多種形式嘅，一種就係話別記就話你某某人將喺某一段時間修滿菩薩道，然之後你成佛，將來你嘅佛號叫做咩名啊？我哋之前有個咁樣講嘅，呢個叫別記。另外一個叫做普記，就話你譬如以後你哋喺法花會上裏邊所有嘅聲聞人，你哋將來都要成佛。咁呢個叫做普記啊，大家有印象。咁啊，但係因為之前姨媽佢哋未聽到佛有為佢哋受別記嘛，所以個心裏邊咧都覺得好希望佛，其實就好希望佛能夠為佢哋每個人去受別記啦。咁所以現在咧就好清楚。同佢哋講啦，咁啊要經過乜嘢咧？要經過六萬八千億嘅諸佛法啊，中為大法師。咁呢個係關於佢哋未成佛之前裏邊嘅因中修行嘅。咁佢哋要經過咁多尊佛，跟住仲要成為乜嘢啊？仲要成為大法師，即係話佢哋都係要出去講經說法。咁佢哋講經說法講緊係乜嘢啊？一定係《弘揚法華經》啦嚇。咁另外除咗摩波舍波提之外咧，其他佢嘅離眾咧，因為佢哋係我哋講緊僧團裏邊有男嘅僧團、女嘅僧團啊嘛。咁既然大惡道係女嘅僧團嘅首啊為首啊，咁下低佢哋嘅所有嘅弟子，包括呢度所講六千學無學嘅比丘尼咧，佢哋亦都點樣啊？喺未成佛之前，佢哋都係大法師啊。咁所以唔好睇小啲女眾説法喎。啊！佢哋可能而家就係一路説法，佢哋係就係要累積佢哋嘅功德，將來要成佛嘅。啊！所以而家類眾説法都好叻嚇。咁啊，要成為大法師，咁佢哋仲要弘揚乜嘢啊？要弘揚《法華經》嚇，要弘揚《法華經》嚇。咁呢個就係喺佢成佛之前嘅因中修行啦嚇。咁所以佢就會咁啊，佢哋呢一批嘅比丘尼咧，一定會點樣啊？不斷地喺唔同嘅國土啊，咁啊繼續去弘揚《法華經》啦。到《弘揚法華經》圓滿咗之後啦，咁啊所有嘅要成佛嘅福德智慧都圓滿啦。啊，我哋嘅自覺覺他亦都圓滿啦。最後嘅成佛嚇，成佛嘅聖號咧，包括大愛道，包括呢個六千學無學比丘尼咧，佢哋都係同一個名嘅，叫做一切眾生起見如來。啊，咁啊，亦都係好啊！終於佛咧為佢哋個別去受記嚇。咁啊，但係有件事就好特別嘅，就係佢哋咧，佢哋受記要排隊嘅喎。即係話咧，第一個要得到受記嘅係邊個？係摩波舍波提啦嚇。咁跟住佢入滅咗之後咧，跟住到下一個先至，即係佢哋呢一批嘅比丘尼啊。下一個咧就先至點啊？下一個先至會成佛嘅。所以咧呢度六千人咧就有排排隊啦。你大家明唔明白啊？次第輾轉受記啊嘛，講完之後一個，跟住慢慢先至最後要慢慢去入滅啊，即係佛入滅咗之後，跟住再為一個受記，再呢個入滅受記之後再去受記，跟住慢慢一個地成佛，要咁樣去排隊嘅嚇。咁啊，所以咧最後總之每一個人呢度嘅所有嘅嚟眾咧。啊、都會怎樣、啊、最後都會得到成正覺啊！咁啊，冇緊要啦嚇，遲就遲啲啦嚇，好過冇譜嘛，好過冇時間啊嘛嚇。咁、啊、我哋上一次講話之前咪講啊，好多人啊發菩提心啊嚇、啊。雖然話經歷就三大阿僧祇劫嘅，但係喺大乘裏邊嚟講未必咯、啊、嗬，係咪啊？記唔記得啊？我哋講嘅有啲需要無量無邊咁多嘅時間，三大阿僧祇劫就已經叫做無央劫，叫做好長好長嘅時間。但係有啲直情話，連個時間你都超越啦，因為就係嗰個發心問題。發心咗之後，你跟住落去嘅修行進進退退，係嘛？咁有啲我哋講緊有騎羊行嘅，
有騎馬或者我哋叫騎象啦。啊，咁呢兩種就騎羊咧就一般嘅眾生啊嘛。有時候我哋一路修行嘅，行下又退下，行下又退下，咁佢真係咪三大阿僧祇劫呢？如果喺大乘裏面嚟講，未必啊，超過三大阿僧祇劫都有嚇。咁、啊、但係當然啦，嗰、那個內容啊，福慧一定係圓滿，咁就都係大家都係一樣噶啦。你圓滿就一定需要成佛，所以我哋講啊，就算地藏王菩薩都係地藏王菩薩，不管佢話法緣話講緊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都好，只要地藏王菩薩嘅福德智慧都已經圓滿嘅話，佢一樣都會成佛啊。咁當然啦，喺嗰一刻裏邊嚟講，所謂嘅成佛唔成佛咧，係我哋凡夫啲人先講嘅啫啊。至於呢啲聖人裏邊嚟講，邊度有所謂嘅地獄，邊度有所謂嘅眾生，乃至到自己成佛呢件事啊？如果有嘅啊，如果有嘅呢、這個咧，其實就同阿羅漢話，即係我哋講真相萬嘅阿羅漢就似啦，仲執著一個實有啊嘛嚇。咁但係啲聖者唔會嘅嚇。咁啊，但係我哋睇到呢一批嘅離眾咧。啊，咁佢哋最後慢慢都係修菩薩道，然之後咧都係成佛嘅。咁啊，一切眾生起見，即係意思就係話，佢哋當然就係講《法華經》啦，嚇，以佛法去利益一切眾生。眾生見到呢大法師啊，或者見到呢一尊佛，都裏邊都心生歡喜啊，所以一切眾生起見咁嘅意思啊，咁啊都好難得啊，咁啊真係都係不可多得嘅。聖人嚇，咁啊，所以啊，女眾都好爭氣嚇。咁啊，如果我諗啊，即係有時候唔需要好介懷話，邊個先邊個後咯，最緊要成就到呢件事咁就得啦嚇。咁啊好啦，姨媽受記完啦，啊咁跟住咧就要到羅侯羅嘅媽媽啊耶穌陀羅咧要受記啦嚇。咁、啊、我哋一齊去讀下呢個經文。以是罗侯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作是念：世尊于受记中独不说我名。佛告耶输陀罗：汝如来世八千万亿诸佛法中修菩萨行，为大法师，占据佛道，于善国中当得作佛，号具足千万光相如来。应供正遍智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跳遇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寿无量阿僧祇劫。好，同大家消文先吓。咁啊，佛咧就再去讲吓，咁啊就话即系知道啊呢个时间咧就耶输陀罗咧佢都唔使讲啊心念嘅啫，念乜嘢啊？他说世尊在受记中独不说我名什么意思呢？是的，怎么不提我的名字很女性化是吧？即是 女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搞错啊世尊。好吧，那他就这样讲，世尊即都跟所有的声闻中受记了，连摩波舍波提都受记了，唯独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咁咧，佛咧知唔知耶稣陀罗嘅心念啊？知吓、啊，然之后咧，佢就知道佛知道佢心念，就话俾佢听啦。啊，你咧喺来世八千万亿诸佛法中啊，咁啊亦都系修菩萨道啊，咁啊成为咗大法师啊，咁啊渐渐啊菩萨道具足啦，咁啊将来咧亦都成佛啊，具足呢个如来十菩吓，咁啊都睇睇吓。咁啊耶喺比丘尼眾當中，除了這個摩訶波舍波提呢，另外最出名的一定就是耶輸陀羅啊。當然大家都很清楚啦，啊，他是佛未出家的夫人，我們叫做故意，啊，也都是佛的兒子羅侯羅的媽媽，啊，地位都是怎樣啊？都是有翻唔上下地位噶啦嚇，咁啦，咁啊，但係佛咧現在咧亦都點樣啊？要為佢將來要佢去受記成佛嚇，咁啊亦都講嚇，咁啊過經來世八千萬億諸佛法中啊，咁啊亦都修菩薩道嚇，咁啊繼續弘揚《法華經》啊，咁其實都好啱嘅，即係呢批嘅聲聞弟子又好。這兩批的離眾都好，啊，大家都願意弘揚《法華經》，其實都是一種什麼表現啊？他們都是已經回小向大的了，都不是要取聲聞道，啊，雖然我們知道他們不想在這個娑婆世界裡面去弘揚《法華經》，啊，
佛當然係好掛住我哋嘅。啊，佢哋呢批弟子唔願意，但係佢哋都已經願意去弘揚《法華經》，即係代表佢信大乘，相信《法華經》裏邊所講嘅一乘法係真實係究竟嚇。咁，啊，所以咧，佢哋願意去弘揚嚇。咁，啊，所以佛咧先為佢哋去受記嚇。咁啊，佢，啊，受記嘅成佛嘅聖號咧就具足呢，這個千萬光相如來嚇。咁，啊，即係亦都我諗呢尊佛嘅身光啦，啊或者係內心智慧嘅嗰種智慧之光咧，應該都係無量無邊噶啦嚇。咁 所以呢尊佛見到都好光亮、好光明嘅嚇。咁 佛亦都特別有提到佢嘅壽命啦，喺經文裏邊咁啊有好長無量阿僧祇劫嘅壽命嚇。咁，啊，咧就為咗呢，這個耶稣陀罗哈，咁啊，亦都受记啦哈，咁啊，所以咧喺《法华经》里边嚟讲咧，啊，受记嘅榜单咧，去到今时今日哈，啊，应该咧就全部都点样啊？全部都受记完毕啦哈，咁，啊，你睇到上根嘅声闻弟子、中根嘅声闻弟子、下根嘅声闻弟子、恶人啊，包括提婆达多啊，乃至龙女哈，啊，乃至到现在女众嘅声闻弟子亦都全部通通都受记完啦，啊，咁啊受记嘅事咧就基本上去到呢，這、一个呢一刻就已经完成啦，啊，要受记嘅亦都同佢哋好好受记完啦，吓，啊，咁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讲呢一批弟子咧啊要去弘经吓，啊，要去弘扬《法华经》吓，啊，咁我哋咧读下呢段经文啊。以時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及耶輸陀羅比丘尼並其眷屬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於佛前以說偈言：世尊導師，安穩天人，我等聞記，心安具足。啊，這裡總共就分開上下兩句，啊，這個時間兩位尼師啦，咁仲有佢哋嘅眷屬弟子咧，啊，都得到受記啦，咁啊非常之歡喜啊，咁啊從來都未試過咁歡喜，咁啊以呢一首偈頌咧，咁啊去讚頌嘅，咁啊聖佛受記嚇，咁啊尼眾咧就講咗呢一個偈嘅讚頌咧，咁啊第一個咧就世尊導師啊安穩天人。咁第二句咧就叫我等聞記，心安具足嚇。咁啊，上邊嗰世尊導師安穩天人咧，其實就主要係讚邊個啊？讚佛啊，係啊。咁啊，讚佛係一切眾生嘅導，一切眾生類嘅導師啦。咁啊，令到一切嘅包括人同埋天都點樣啊？都心得安穩啦嚇。咁人世尊人佢哋心得安穩，仲有邊個要心得安穩啊？下邊兩句我等聞記，心安具足啦。咁佢講緊邊個？我等係邊個啊？即係呢兩位尼師啦，同埋佢嘅弟子啦，唉，我等咁啊，佢嘅心願點樣啊？心願都已經安定啦，因為佢哋本來一路都掛住呢件事，點解我哋都仲未得到受記啊？現在得到未啊？嚇，所以話我等等啊，我等得聞受為佛啊，佛為我哋受記啦嚇，於是咧心咧都點樣咧平安滿足啦，咁啊嗱尼師啊聽到自己已經得到受記啊，自己嘅心願已經達成了，心圓滿了，心就安定了，所以他們就會繼續努力去行菩薩道。如果我們看這段經文，諸比丘尼說是偈已，默佛言：世尊，我等亦能於他方國土講宣此經。啲尼師都受咗記，受記啦嚇。咁啊講亦都講偈亦都講完啦之後咧，但係咁啊都要弘經噶嘛，係嘛？所以要誓願弘經啊。佢哋要去邊度弘經啊？唉，都係要去他方國土啊，又係要走人噶啦嚇。咁啊佢哋即係我哋要睇下啦。好啦，現在呢一批咧，基本上都係啲聲聞弟子啦嚇。咁啊分開兩類嚇。咁啊雖然大家都話要弘經啊。大家都已經出嚟話自誓弘經啦，大家都發願啊，我願意弘經。但係問題就係咧，都因為都啱啱回小向大嘛，都係聲聞弟子啊嘛，咁啊，所以咧有啲唔敢嘅嚇。咁啊，當然啦，除咗呢、這個本來就係菩薩啦，我哋講緊大樂説菩薩同埋呢個藥王菩薩，佢哋願意喺娑婆世界弘經。咁其他咧，因為都仲係啱啱先至發大願，咁啊，所以咧佢哋。唯有怎樣啊？都在娑婆世界以外去弘經，但是佛既然講得叫大家去弘經的，我們都願意去做，等於我們聽到
佛講我哋要好好弘揚佛法經，我哋點樣都盡我哋自己嘅能力。如果你有能力嘅，你咪同人哋講佛法經嘅法義咯。如果能力不足嘅話，咁我哋自己受持持好佛法經，咁令到佛法經能夠久住於世嘅，係咪都係一種受持啊？咁我哋都做，因為點解啊？因為佛講俾我哋聽，佛法經係非常重要，所以無論在座所有嘅佛嘅弟子都好，你都應該有個責任去將佛法經繼續弘揚落去。不管是你自己去受持，乃至到令他人有機會去受持，我們叫弘揚法華經都好，我們都要去應於名下。如果到時給你們選，我不知道你們會在娑婆世界裡面去弘揚法華經，還是要去他方國土弘揚法華經。為什麼我要這樣問呢？因為你們自己發願去西方極樂世界，然後會入娑婆道有情的，所以你們不應該在異國，你們應該要回到你的娑婆世界，因為你們說的。所以有時候我們發那些願，你們可能有時之前都不知道，我說過什麼，然後說完給你們聽，哦，你們今天念完佛了，是吧？個個去了西方淨土了，回來繼續弘揚法華經，法華經就不會斷了。最主要告訴娑婆世界眾生，你們有機會，你們都會成佛，不要看小自己，我們將來也都會一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呢就属于第一类的菩萨，第一类的菩萨。第二大类的菩萨呢，就是我们刚刚要讲的八十万亿那由他的不退转大菩萨。刚刚他们说要弘扬佛花经，但佛呢望一望他不出声，即是告诉他，对，你们要弘经，但是没有告诉他要在娑婆世界里面弘经，即是讲的个地点没有讲到，但是都是要他们弘经的。因為之前佛已經講了，你這批的弟子全部都應該要去弘揚法華經嘛，是不是？但是他們說這裡講這八十萬億的大菩薩，他們在哪裡來的？一定是跟隨於十方世界的化身佛來到娑婆世界，來到這一刻裡面 的大菩薩來的，他們都說要去弘揚法華經，但是佛沒有直接跟他說好還是不好。好，我們一起讀一下這段經文。以是世尊是八十万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是诸菩萨皆是阿惟越智转不退法轮，得诸陀罗尼，即从坐起，至于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世尊告斥我等持说持经者，当如佛教广宣施法。复作是念：佛今默言，不見告斥我當雲何。這裡就跟大家消文先，這個時間呢就佛呢就看著這一批不退轉的大菩薩，這批阿惟越智，阿惟越智不退轉嘛，是不是？亦都轉大法輪了，亦都得到佛的，我們叫做得諸陀羅尼。他們呢怎樣啊？從再起跟住去到佛前呢，一路心裏面就諗住啦，諗住乜嘢呢？佢話佛如果若告訴我哋，命令我哋，我哋講告斥命令我哋要去持《法華經》嘅，我當點樣啊？依教奉行，我願意依教奉行喎。咁但係佛有冇理佢哋啊？佛唔係冇理佢哋，佛冇出聲啫，咁冇同佢講話去定唔去，但係他們自己的心有這樣想，如果佛命令或者叫我們去弘揚法華經的話，我當依教奉行。但是呢很奇怪，佛默然又不說又不命令又不出聲，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辦呢？那就是我當雲何，因為看明不明白的場景是怎樣。首先是誰的動作先？現在整個經文是誰的動作？世尊望一望你哋依班八十亿那由他大菩萨，望一望你哋做乜嘢啊？跟住咧，呢批大菩萨嘅心里边就谂啦，如果佛咧一命令我哋点样啊？即刻发愿啊！但系望完之后唔出声喎，意思系咁样。佛点解唔出声去同呢一批嘅咁大批嘅菩萨啊？呢啲不退转嘅菩萨去讲话？你望一望我，我告訴你，好啊，你們去吧。如果我這樣望完你之後，你們的心裡面，我願意去弘揚法華經，但是不出聲，
咁其實因為好清楚知道，我望一望你，其實就已經話俾你聽點樣啊。你應該要去弘揚法經，所以佢特別去望啊嘛，特別去故事望一望大家。咁但係啊，因為咧喺下邊嘅經文，即係喺其他品裏邊咧，佛咧亦都有講喺呢個娑婆世界裏面，其實咧有好多好多嘅大菩薩。都會怎樣在這個娑婆世界裏面弘經，所以其實他不需要這一批的菩薩在娑婆世界裏面去弘揚法華經，但是他都要他們在不同的國土裏面去弘經，意思就是這樣。為什麼叫做從實，叫做從事故名呢？就是意思說之前已經交代了大家了，之前交代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弘揚法華經，我再看一看你，其實就已經即係話翻俾你聽，係你哋要去弘經，但係一個地方係咪喺娑婆世界咧？咁佛就冇再講啦嚇。咁如果我哋知道，既然啊，我哋娑婆世界裏邊本來已經有好多大菩薩會弘揚法華經嘅，所以基本上唔需要佢哋擔心，佢哋翻翻佢哋自己唔同嘅，即係我哋講緊化身佛嘅國土裏邊去繼續幫助嗰邊嘅眾生去弘揚法華經就得啦。嘅意思就係咁樣嚇。好，我哋再睇埋呢段經文嚇。是诸菩萨敬顺佛意，并欲自满本愿，便于佛前作狮子哮而发誓言：世尊，我等于如来灭后，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众生书写此经，受持读诵解说其义，如化修行正益念，皆是佛之威力。唯愿世尊在于他方遥见守护，同大家消文吓。咁喺呢个时间咧，呢啲大菩萨咧，心里边知道佛嘅意思啦，即系佢哋心念知道佛嘅意思吓。咁因为敬信佛意吓，咁啊，其实即系代表佢哋已经明白啦。咁啊，并且咧，为咗要圆满自己过去嘅本愿，对于大菩萨嘅本愿冇其他嘢嘅啫，上求下化。上求下化的本愿，於是乎呢就在佛的面前呢作獅子敲獅子敲的意思就是什麼呢？就是說很大的誓言，然後呢不退轉無畏的無畏意思，就是說我無所謂，直接我去講這件事我要怎樣發這個誓言我在如來滅度之後我要在哪裡弘揚法華經在這個十方世界周旋往返，亦都包括在娑婆世界的，但是它會在不同的世界裡面去弘揚法華經，接著令到眾生能夠如法去受持這一部經。講了這段之後，其實它亦都有講，如果眾生能夠如法受持正益念，他們說不搶功，這個力量我去弘揚法華經，眾生能夠如法受持，這個力量是哪裡來的？是由佛的威神力而來的，所以我經常都覺得我在這裡講法華經給大家聽，其實有佛菩薩加持，這個大菩薩他們說得很對，這個法緣或者眾生能夠去好好受持法華經並不是我的能力，是依仗佛的威力，當然由佛法回向所有的佛菩薩，還有多寶如來等等，一切的諸佛菩薩都去守護講法華經的人，受持法華經的人當然最後呢亦都要告訴佛聽，唯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為什麼要這樣說這句說話？說什麼意思？就是說我希望佛能夠在他方裡面遙他們怎樣去守護我們這一批弘揚法華經的弟子這樣的意思我們看看這個八十萬億這些那由他諸大菩薩他們發願弘經，這些菩薩呢已經是因為我們講獅子吼，所以呢他已經是怎樣，既然作得獅子吼，獅子不會呼這樣的嘛，他滑的嘛，就是告訴你很叫做一個很肯定的一個誓言一個說法就說怎樣呢？就在佛滅道之後，我都會周旋往返這個十方世界，周旋往返即是來來去去去弘揚這部法華經誓願去弘揚法華經而且怎樣令到一切的眾生能夠好好去受持包括讀誦解說這一部解說這個法華經令到眾生能夠如法受持正益念
这个呢就是在八十万亿的大菩萨里面同佛呢去讲紧他要发愿去弘扬这部法华经不退转、他不会退缩、一定会好好去做到这件事、希望大众也都是今天跟大家讲、你们自己就有几大的力量做几多事好好去弘扬法华经好不好、好不好啊？好，哎，太好了，好似我听到，咁你哋都系呢批嘅菩萨嚟，呢批嘅大菩萨嚟嘅，真系好难得，好难得吓。咁啊，嗱、佛菩萨听到噶吓，咁啊，当然啦，又要请佛加持啦吓。佢、哋能够做得到成功呢件事，归功于佛吓。咁、但系里边你讲话点解？要在世尊在他方国土遥见要护持他们呢又讲紧在佛灭后他因为时间点我们要知道他说时间点就是佛灭了之后他们愿意弘扬法华经现在又讲说我希望佛在他方国土遥见然后护持我们这一批的菩萨去弘扬法华经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个矛盾、又说入灭了、又说入灭了那怎样就是他方国土遥见呢咁即係代表乜嘢啊？即係等我哋之前一路所講啊，佛嘅入滅並不是真正嘅入滅，記得嘛？大家之前喺提婆達多唔係喺見寶塔品裏邊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嚇。佛喺呢一生裏邊得道化嘅因緣完成啦，咁跟住入滅，跟住佢會換過另外一個嘅身份，去到他方國土繼續弘揚法華經，繼續去幫助唔同嘅眾生。咁、這個其實就已經話翻俾我聽，呢、這個所謂嘅入滅，只不過係呢段時間喺娑婆世界弘揚佛法嘅因緣完成啦。咁、但係佛會繼續喺其他國土去教化。咁、但係咧，麻煩你都顧念下我哋呢批弟子啊，繼續咧幫助我哋弟子啦，能夠等我哋好好成功地弘法啊。咁其實咩意思嚇？咁、所以咧。呢度呢個成段嘅經文裏邊咧，一方面咧就係講佢哋自己嘅法願，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要請佛去加持大眾啦，去弘揚《法華經》嚇。好，我哋一齊讀下呢個偈頌。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而説偈言：唯願不為累，於佛滅道後恐怖惡世中，我等當講説有諸無智人。惡口罵利等及家刀杖者，我等皆當忍。惡世終比丘邪智心潛曲，未得慧為德。我慢心充滿，若有或有阿連若立衣在空閒，智慧行真道，輕賤人間者，貪著利養故，與白衣說法，為世所恭敬。如六通羅漢，斯人懷惡心，常念世俗事，假名阿連若，好出我等個。我哋一路都講緊所有菩薩嘅誓願文法啊嘛，咁去到呢一個部分咧，應該係一個總標啦，即係我哋講歸納曬所有頭先我哋所講嘅咁多位菩薩咧，現在咧喺呢一個部分裏邊咧，再以呢一個嘅偈頌嚇去標出大家一齊去。話俾佛陀聽，希望佛唔需要為呢件事弘揚《法華經》呢件事咧擔心啊，因為咧眾菩薩咧異口同聲地咧去講，佢話喺佛滅之後，喺呢一個嘅惡世中嚇、我哋都會點樣啊？繼續講説《法華經》啊，咁跟住落嚟咧，那個經文咧就係、要講嘅就係話咧有諸無智人啊，惡口罵利等嚇。咁、其實呢度一路落去講咧，就係講緊一啲我哋之前所講話一啲好難度嘅眾生，好難度嘅眾生。其實我哋因為我哋一路都有講啊，喺佛應化到娑婆世界，到現在佛涅槃啦。呢、這個世界咧開始點樣啊？越嚟越壞啦，啊，越嚟越壞，環境唔好啦。娑婆咁佢要走啦嘛，佛要離開我哋啦。咁佢但佛呢度曾經教化咗一段因緣，佢都會掛心住娑婆世界嘅弟子啊，所以佢特別去關心，因為佛好清楚知道我哋呢度係叫畏土，如果要去
即係喺當然喺佛個心境裏邊嚟講，正統同偽土或者好人壞人其實都係冇分別嘅。就算好人壞人都一視同仁，但係因為我哋呢個娑婆世界裏邊啦，我哋嘅弟唔好講緊唔信佛嗰啲，就算係我哋弟子自己本身都點啊，都罪孽深重。所以咧，你去為你喺呢個地方喺呢個環境，亦都唔容易去修行，所以佛咧係特別去注意關心。所以一路其實啲菩薩都好清楚啊，如果即係佛入滅咗之後，《法華經》又咁重要，我哋點樣去令到眾生能夠得到《法華經》嘅利益咧？所以就係呢一批嘅菩薩嚇，尤其是講緊一啲呢啲不退轉嘅菩薩啦。乃至到之前我哋講緊嗰個兩萬嘅大菩薩啦，嗱，但就算唔喺呢個世界裏邊弘揚嘅《法華經》嘅聲聞弟子眾啊，佢哋都或佛咧都要希望佢哋能夠去弘揚《法華經》，乃至到呢一啲大弟子願意喺娑婆世界裏邊去弘揚嘅，咁啊特別就去叮囑啊，咁啊呢啲菩薩弟子咧知道佛嘅心意，咁啊所以咧就願意去弘揚。咁啊喺呢個從喺呢個偈頌裏邊咧就講翻呢一段咧，其實我哋聽完咧就知道話講緊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幾難度嚇。咁啊有講無智人，無智人即係意思係乜嘢啊？如痴無智，智慧不足嚇。咁啊好多時又佢呢度有講啦，又用惡口啦。又去利馬啦，嚇咁啊，跟住仲唔單止喎，仲有乜嘢啊？用刀啊，用杖啊，咁但係佢話我等皆當人係邊個咧？即係呢啲菩薩啦。我就算佢哋鬧我啊，呢批無智嘅人啊鬧我，或者用刀加害啊，即係用口罵、用手或者用刑具去拍打都好，我當點樣啊？我當忍啊！啊、所以我嗰上個禮拜我哋講個堂課咪忍辱係咪好重要啊？嚇、啊，你冇呢個大忍辱力啊，冇耐眾生嘅怨害啊，你先至有呢個能力，你先至有可以去弘揚《法華經》。呢度就講個忍字就好緊要嚇。咁啊，仲、有佢除咗講呢個無智人之外咧，仲有一個講惡性惡世中嘅比丘嚇。咁、我哋又叫做惡性比丘。呢啲比丘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應該都包括埋比丘嚟嘅，放心。即係話嗰個心態，嗰個心態咧係個智慧又唔正啦，正知見又唔正啦，咁啊心虛偽不實啦，同埋咧心裏邊咧常常去為咗討好別人啦，啊咁跟住咧就所以個心裏邊咧又淺曲啦，知見不正嚇，咁啊所謂邪智啊心淺曲啊，咁啊亦都點啊未得為得。啊，未得為得，即係我哋之前所講嘅，呢、這個叫做真相慢啦，啊，咁啊叫未證為證啊，咁啊未證為證啊，可能又係一啲叫做大妄語嘅弟子啦，啊，咁啊未證，即係大妄語，即係意思就係話我本身明知自己本身唔係聖者噶啦，仲特登話俾人哋聽自己係聖者，咁呢種叫做未證為證，係妄語中嘅最重，妄語中嘅仲有叫大妄語嚇，咁啊知見不正確，一些就心淺曲，一些呢就增上慢、一些呢就自以為是，慢心到不得了、這些呢都是叫做惡世中的惡性比丘、另外一個呢他提到一個叫做阿蓮若、阿蓮若是什麼意思呢？阿蓮若就是、阿蓮若是直情處、即是我們在說的是、在、一個、深山裏邊咧修苦行嘅嚇嘅一啲嘅地方啊，修苦行嘅一啲地方嚇。咁、但係而家佢講緊呢啲咧，講緊呢啲係壞嘅，壞嘅意思就係話假名嘅，假名就係話假名嘅阿蓮若嘅比丘啊，或者我哋講緊嘅出家人啊。咁佢呢度講話立衣在空閒，咁啊，我哋大家有冇聽過白立衣啊？即係百家百户。然後跟他們討一塊布，然後呢縫製它之後呢搭上自己的身裏面、如果是一般在家人就因為百家的福啦，然後、就穿了這件衣就令到、某一戶的、小朋友、能夠怎樣快高長大，這個百立衣就意思就是說因為我們出家人沒有像現在有件很完整的袈裟的嘛，很多時候也是討一些人家不要的布、是不是看上去是不是很清貧很貧窮、他又收這個
阿蘭約嚇，喺直情處喺深山處有修苦行嘅喎，咁應該係點樣啊？應該係好有修嘅，但係而家呢個唔係，佢話咩咧？自為行真道，輕賤人間者，佢以為自己係老修啊，啊！咁輕慢輕賤人間者，人間者係咩意思呢？以往咧出家人咧有兩種㗎，一種咧就修苦行，匿埋喺深山度咧唔見人嘅，唔見人嘅；一種咧就喺人間遊化嘅出家人，咁去透過去托缽，咁啊托缽唔係淨係話即係受人哋供養啊，人哋去種福田，而你仲有一個責任就係話要去為呢一家我哋叫壇月啊，去同佢哋去說法。啊，咁呢個我哋叫做真真正正叫人間有化嘅比丘嚇，同阿蘭若行苦行嘅比丘唔一樣嘅嚇。咁啊呢一批嘅而家講緊咧，就係話輕賤人間者，就係講緊呢啲喺人間有化嘅比丘，乃至到咧，如果喺法華經裏邊嚟講咧，喺法華經裏邊嚟講咧，呢啲弘揚大乘嘅比丘咧嚇，同呢一批所謂喺直淨處裏面呢去修苦行的比丘呢，他們叫做兩路子的人來的。什麼意思呢？一批呢就我不願意去出去度化，一批呢我願意在這個人間裏面呢跟大家說法。但是因為在這裡來說，我們看完下文，他說貪著離養故與白衣說法，即是說這個呢他要扮什麼呢？他要扮到他自己好像老修一樣啊，咁啊要扮到好似好清高咁，咁佢又輕視你呢啲人間遊，呢啲人間去説法嘅比丘，然之後咧，但係個心裏邊咧，其實係乜嘢咧？貪著離養故，與白衣説法，即係佢一方面咧又要扮到自己好清高，一方面咧就係點樣啊？又要同呢個白衣即係乜嘢咧？即係你在家居士啊去説法啊，咁啊仲要點樣啊？為世所恭敬，如六通羅漢。六通羅漢即係咩話？佢自己已經係好似聖者一樣啦，啊，已經證滿咗阿羅。其實係唔係啊？其實唔係嚇。但係呢啲人咧，佢哋點樣啊？是人壞惡心，常念世俗事，個心裏邊咧樣啊，好似好清高，輕賤你啲喺人間遊化嘅弘揚《法華經》嘅比丘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咩啊？係假名嘅阿羅，假名嘅苦行僧啊。然之後咧，仲要最後一樣嘢，仲要好差嘅。好出我等覺，這個我在講誰，就是講這些大菩薩，這些這樣的假名阿蘭若 的弟子呢，還要怎樣啊？專門是要去找我們這些去人間遊化的比丘的過錯啊，專門是看看你有哪一度做得不好的，然後呢就怎樣啊，將它找出來，然後呢去質問你啊，或者去問難你咁樣啊。咁啊，其實咧，大家去睇呢個咧，你哋覺得好怪怪，咩叫做咩阿蘭若比丘啊，咩人間輕賤者等等。其實咧，如果喺《法華經》裏邊嚟講，因為我哋知道去弘揚大乘呢件事本來就唔容易，而且一講到呢一個《法華經》嘅內容咧，其實某程度上啊，有好多嘅本身修緊小乘嘅聲聞弟子咧係唔同意嘅，唔同意呢一個《法華經》裏邊所講嘅內容咧係真實，因為佢哋認為本身就係阿羅漢就係最究竟，我哋同佛本身就應該係一個程度一樣，並冇乜嘢話修行大菩薩道如何如何，所以咧到喺末世嘅情況咧，嗱而家佛仲喺度啊嘛，係咪？佛仲話：哎，我佛親口所説俾你哋大家聽，你聽住嘅，咁有冇假啊？但是到末世的情況就不同了，一些小乘的這些所謂的假名的阿蘭若比丘，他就會說你們現在說的這個《法華經》是不是佛說的？不是佛說，因為跟他們過往所聽的法義有所不同，你說現在有沒有小乘批評大乘的？批評大乘非佛說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所以呢，其實現在講緊就是這一批的人，當然兩種心態，一種就是怎樣專呃飯食的，一種就是專破壞大乘的，我們可以這樣看，有兩種 有兩種的弟子，當然呢他可以這樣說，就是如果總括來說就是小乘去破壞大乘，小乘的弟子
去破壞大乘，對於人間的大乘比丘呢、作破壞啊，咁咧就同佢哋點樣啊？呢一批人咧，仲係一心去計較名聞利養啦，啊咁啊亦都點樣咧？對於呢啲所謂嘅大乘嘅比丘咧，啊就去話佢哋嚇，找出佢哋種種嘅過失啊，去問難佢哋啊，去批判佢哋嚇。阿難若嚇喺村落嘅閒寂啊，閒寂之處啊，咁樣咁啊，立衣啊，咁啊行呢個頭陀，頭陀即係苦行啊。行苦行啊，著白衲衣啊，人哋唔要嘅缝缝补补啊，当系袈裟啊，咁啊指责一啲人间嘅诱化嘅比丘啊，咁啊另外呢啲嘅恶性比丘啦吓，咁啊贪着利养啊，咁又都话自己如六通罗汉啊，未证为证嘅，其实根本就乜嘢都唔系，苹果都冇一个，又话自己好似阿罗汉咁样系嘛？咁啊，對於呢啲啊好出我等國啊持法花經嘅人咧，專門係揾佢哋一啲做得唔好嘅過失嚇。咁啊喺末世嘅呢一啲嘅情況嚇，咁都係幾嚴重嘅，叫做咩咧？自己人打自己人，會唔會啊？其實都係佛嘅弟子嚟嘅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想破壞大乘講法花經嘅弟子嚇。咁但係作為一個菩薩，應該要點樣啊？剛才我們說最大的力量是什麼？需要忍耐，沒錯，需要好好忍耐。好，我們繼續去看看跟著這段的中文。而作如是言，此諸比丘等為貪利養故，說外道論語，自作此經典，狂惑世間人，為求名聞故，分別於是經常在大眾中，欲毀我等故，向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如比丘眾誹謗說我惡，為是邪見人說外道論語，我等敬佛故，悉忍是諸惡，為師所輕言，汝等皆是佛，如此輕慢疑，皆當忍受之。咁啊，呢度咧裏邊咧，其實含一啲叫做讥諷啊，即係俾人話乜嘢咧？佢話呢啲咁嘅比丘啊，假名阿難若比丘啊，咁啊佢哋講喎，佢話咩咧？你哋依班弘揚大乘嘅，呢啲弘揚大乘，即係我哋弘揚法花經嘅呢啲比丘，其實咧乜嘢啊？其實你哋係貪圖利養嘅，貪利養故嚇。跟住咧，你哋而家所講嘅呢個所謂嘅法花經嘅經典，根本就係乜嘢啊？是外道的論理來的，是不是調回頭說他說你們這個法花經根本就其實就是他們這樣說的，你根本就不是佛所說的，是你們自己編的而已，那還要怎樣啊？在那裡狂惑、啊、就是我們叫做狂惑欺騙世人、啊、那你們為了的目的是什麼呢？為了名聞利養才去說這部經、啊、所以這裡就說了，哇，他說話你哋，即係佢哋呢個責罵呢啲所謂嘅大乘嘅比丘嚇，咁啊呢批嘅，咁啊跟住喺個偈頌裏邊繼續講啊，呢批嘅惡人咧，咁啊為咗要破壞呢個弘揚法花經嘅大乘比丘啦，咁更加咧喺即係喺眾人之中啊，咁佢呢度眾人之中又講咗好多人，包括乜嘢身份㗎？國王啦、大臣啦、阿婆羅門，即係講緊印度嘅祭司級噶啦嚇，咁啊同埋喺一啲嘅或者對法花經冇信心嘅一啲比丘啦嚇，咁啊去誹謗呢啲弘揚法花經嘅弟子嚇，咁當然呢弟子唔單止係出家人嘅，一定亦都有在家人嘅嚇，咁啊講啊，同佢哋講，咁佢要講，梗係唔揾一般人講啊，如果呢啲惡性嘅比丘要揾邊個講啊？有勢力的人講，所以他們很懂得找一些大勢力的人 去怎樣啊，去抑壓、啊、這一批講法花經的弟子、啊、還要拉攏其他的出家的同修啦、啊啊、執、啊、誹謗、啊、誹謗說他這一批所講法花經的人呢，他們講的是外道的法，即調翻，即將東西調回頭來講、啊、一方面他們自己有沒有收啊？阿難若比丘其實是不會去周圍去誹謗去話人哋，佢哋全部自己落都匿埋喺深山裏邊，佢哋連托缽都唔肯去托缽，都唔想見你哋，都唔想見到你哋去同你哋點樣啊？同你哋去接觸，佢寧願自己喺深山裏邊好好去修行，嚇、啊，仲得閒去同人哋去講是非，仲得閒去同你爭辯話啊，你講嘅《法華經》唔係真嘅，咁其實佢哋心裏邊為咗乜嘢啊？為咗名聞利養。咁呢班係咪真嘅阿難若比丘啊？
肯定就是假的了。但是正正他們就去誹謗這些弘揚法華經的弟子、啊、但是、這批弟子他們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他們我們為敬重佛故，因為佛之前付足了給大家聽，叫大家好好弘揚法華經，所以我們都怎樣、啊、好好繼續安忍、啊、安忍什麼去忍這些惡性的比丘或者這些亞蘭若的比丘呢的誹謗、啊、他們還抵死、哦、他說呢還挖苦、啊、挖苦我們什麼、啊、他說你們因為法華經說什麼，他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嘛，是不是、啊、我們說我們都要成佛嘛，他就說、哎、你們都是菩薩、啊、即小乘說，如果小乘見到你們 他們就說你們都是菩薩，你們都是佛，意思就是叫做什麼呢，就是說你們最厲害的了，你們是佛啦，你們是菩薩，這樣的意思。所以他說為師所興言，汝等皆是佛、啊、所以這個是什麼？這個興慢言。那我們現在現在的俗語是不是叫串、啊、串人家、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叫串人家、啊啊、你們厲害、啊、你們說你們、啊、是不是菩薩、啊、現在不敢回答我們是，但是他就說、啊、你們是佛啦，你們最巴閉是你們啦，他意思就是這樣啦，他意思就是這樣、啊、所以呢嗯、好了，如果以後你們去弘揚法華經，有人說你們應該要怎樣做、啊啊、應該要忍下來了，是吧？所以收忍辱是不是很重要呢，是吧？那你們、哎、現在我們沒有這樣的大能力、啊、去弘揚法華經、啊、那你需不需要忍你身邊的人 啊, 啊, 那啊絕對要這個呢當是我們的修行、啊、以後呢你有大的能力、啊、從我們的近處、啊、我們的逆行菩薩去修我們的忍辱先、啊、其實老實說忍這個所謂的忍、啊、忍得多久、啊、人生匆匆短短有多少年，都是一個小階 一段很短的時間而已，趁著這段時間好好修，我忍了、啊、但不要忍出個病來、啊啊、不要忍出個病來、啊啊、有些人、啊、鬱結、啊啊、鬱在心裡面呢、啊、有毛病、啊啊、但是我們要用佛法的法義呢去轉化它、啊、怎樣轉化、啊、我們說、啊、要感恩它啦、啊、它是來磨練我的、啊、它是來成就我的、啊、知道說呢、啊、它是來報恩、啊、不是叫報恩、啊、叫什麼，我是要還他的債的，這樣要這樣成為 轉化自己，乃至到呢去觀察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本性是什麼、啊、本性是無自性空的，所以我們這些是虛幻無自性空，所以是虛幻的，我們怎樣、啊、不要執著他這樣、啊、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其實佛都是有這樣教我們的、啊嗯、當然裡面又有關乎於戒啦、定啦和智慧啦、啊、那我們要這樣去慢慢修我們的忍辱，最後呢一路一路踏上修圓滿我們、菩薩道、啊嗯啊、要好感恩身邊的人、啊、就算害你的都要好感恩、啊、好、啊、最後這個這段偈頌啦、啊、不是頌一段先說這段、啊嗯、好，我們一起唸這段偈頌、啊、俗業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入其身，罵利毀辱我，我等敬信佛，當著忍辱害，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我不愛生命，但識無上道，我等於來世護持佛所足。嗯，咁啊，呢度就講啦，啊，喺呢個俗劫啊，咁即係講緊我哋呢個五族惡世啦，嚇，咁啊。多有諸恐怖，恐不恐怖啊？這個五族惡世啊，很恐怖啊！啲人又失去理智啦，啊，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啊，好多嘅惡性嘅弟子啦，啊，咁啊失去理智啊，又冇同情心咁啊！呢度佢哋有一個好好比喻啊，如惡鬼入其身啊，即係咩意思？俾惡魔附身啊！俾惡魔附身咗之後，咁我哋個人又點樣啊？失去咗乜嘢啊？失去理智啊，失去人性啦，係咪啊？即係我哋被控制啦，嚇、啊！咁啊，被控制嘅人被惡魔附身，嗱、啊、又冇人性嘅，咁啊冇理智，啊亦冇同情心。就算你幾點樣都好啦，幾困難都好啦，佢都唔會幫你，佢都唔會忍讓你嚇，佢、啊、仲會破壞你嚇。咁啊呢一、啊這個罵你啦嚇、啊，毀謗啦，
令個悔慾啦，咁呢啲係關於惡口嘅行為啦嚇，咁都點樣啊？都係去阻礙我哋係弘揚法華經，所以我話講到我哋末世都好都好即係呢個環境真係唔容易㗎嚇、啊。其實即係我哋今日有能夠學佛，仲能夠平安地學佛啊，再能夠喺佛教上邊做一啲一點點嘅工作啊，咁應該好感恩，感恩邊個？感恩如來。幫助我們能夠有這個因緣，有這個機會去跟大家一起 去學習佛法這樣、啊、所以呢我們要怎樣要敬信佛、啊、知道我們有佛菩薩，有佛菩薩怎樣、啊、加持我們，護念我們，我們的心裡面一直都尊敬我們的佛、啊、信信我們的佛、啊、所以我們要穿這個盔甲、啊、要穿這個隱玉海、啊、這個盔甲呢你話刀劍不入，咩叫刀劍啊？好嘅刀劍，新嘅刀劍，係嘛？呢啲都係唔會傷害到我哋嘅。咁乃至到咧，我當然啦，我哋能夠做到呢件事嘅時候，我哋個心態一定要好堅穩啊。所以佢話，連生命我都唔愛啦，即係我可以好大嘅付出，唔緊要啊。我心能夠喺呢一個五種惡世，我遇到咁多嘅困難，但係我為咗敬信我嘅佛。為什麼要敬信佛呢？因為佛是我們生命一個很大的響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善知識，乃至可以說是我們一個生命中的恩人、啊、所以佛叮囑我們去弘揚佛法經，我們應該要怎樣？要穿起這個隱玉的盔甲、啊、去面對一切的種種的惡事、誹謗的事、啊、乃至到我們的決心不愛我們的生命，我們生命每個人都很重視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們的生命都可以捨去，我們的壽命都可以不珍惜，但是我們要珍惜什麼？為求佛的無上道，成就無上道、啊、一定要護持佛道、啊嗯啊、這個就是很希望佛呢、一路這樣去護持我們大家、啊嗯、跟隨著佛所講的、這個的叮囑弘揚法華經的大事、啊、令到這個娑婆世界能夠、在法華經繼續成全下去咁样，咁我哋一齐念下呢段偈颂：世尊自当知，俗世恶比丘不知佛方便，随言所说法，恶口而频出，数数见奔出，远离于塔寺，如是等众恶念佛告斥故，皆当忍时时。吓、啊，咁啊呢度就讲啊，恶世嘅比丘吓，咁、啊、咧就。他們就說、哎、佛呢、希望你知道啦，在這個五種惡世裡面有些佛的弟子啦，包括剛才我們所說、假名阿難若的弟子，不信大乘的弟子等等、啊、這裡說比丘就說出家的弟子、啊啊、不知佛的方便，佛的方便是說什麼、啊、我們之前在《法華經》裡面 說之前佛的方便就是因為有眾生他們不知道我們一切眾生要成佛嘛，有些眾生他可能他的根器未能夠接觸、或者未能夠承受這個、一大乘法，所以呢、佛呢要為他們先說有三乘、啊、或者先跟他們說有二乘的菩提可以證，這個就是佛的方便。到現在是不是從方便要講什麼、啊、要講真實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們這一批的惡性的比丘、啊、或者是這些、假名的阿難若的弟子啊、他們不知道佛的方便、啊啊亦都不知道呢佛呢原來是隨意、啊、隨方便、啊、隨根基而說法的。於是乎呢怎樣、啊、我們去在末世我們去弘揚法華經、啊、就以這個惡口、啊、用一個不好的語言、啊、或者不好的語言還要怎樣、啊、還要不好的什麼、啊、不好的嘴唸、啊啊、你講法華經我還要怎樣、啊、給個面色你看這樣的意思那难不难受啊？如果人哋咁样对住你，吓、啊？唔会，哇！好嘢，好嘢！啊，呢度唔单止俾面色你睇，俾说话你听，仲要点样啊？数数见奔出，奔出咩意思呢？我哋即系俾人哋驱逐啊！被人家驅逐、啊、那如果在我們佛教裡面來說，我們大家住在一個僧團裡面嘛，如果有一些人犯戒，犯了很嚴重的戒呢，我們會行一個刑責、啊、那個刑責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他犯了一些不可以懺悔 的戒律呢，我們要有一個對他有一個刑罰的，就是呢不予理睬。什麼叫不予理睬啊？
唔睬佢，我哋叫斷關係，即係大家我哋唔再係師兄弟，就算住埋一齊都好，我都唔要理你。啊，呢個係一種最嚴重嘅一種嘅刑罰，被崩出僧團啊！以後我哋當冇呢個人存在。咁而家呢度裏邊嚟講咧，就仲慘啦。點解佢要喺個僧團裏邊被崩出？被崩出嘅係邊個？唔係呢啲假名嘅阿蘭若比丘喎，唔係呢啲所謂嘅惡性嘅弟子喎，係而家講緊要崩出邊個啊？呢啲弘揚佛法經嘅弟子啊，哇！所以佢哋呢啲沒法弘揚，我諗我哋現在都未去到咁樣嘅情況係嘛？我而家喺佛法呢度講佛法經，我都安安然然，好有阿圓華嘅功德力係嘛？我都仲可以喺呢度講佛法經俾大家聽下。再遲啲就係唔知啦，係咪啊？再遲啲，我而家講到咁樣真係好嚴重噶咯喎！呢個娑婆世界係咪先咁啊？當然呢個係香港嘅情況，啊，呢個係香港情況可能好好，但你如果去到第二啲嘅國家，可能未必啊，嚇，再差啲嘅環境，可能就去到咁樣啦。連自己喺僧團裏邊，你講佛法經，佢都點樣啊？都同你密崩啊，就將你崩出呢個僧團，同你斷絕關係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都要，我哋作為弘揚佛法經嘅弟子，都要憶念點樣啊？佛對我哋命令啊，去弘揚佛法經呢件事，我哋點啊？一日都要忍受落嚟，忍受落嚟啊！咁啊，所以大家要唔要忍啊？都要忍。好啦，咁啊，呢個咧真係最後一段嘅眾文啦嚇。諸罪樂成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觸法。我是世尊使，處眾無所為，我當善說法，願佛安穩住。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法如是誓言，佛知自我心。啊，咁啊，呢度好大嘅勇氣啊！呢啲大菩薩，無論去到邊度都好，只要有人求法花經，我都會去，我都親身去。啊，你哋都係啊。如果有人同你問，我想發花經，求發花經，你哋就算佢去邊個地方都好，因為佛之前有付足我哋啊嘛嚇，咁我哋亦都係佛嘅弟子嚇，為佛做事嘅人嚇，所以咧去到邊度，我哋弘揚發花經，而且我心裏邊咧無所畏懼啊，而且我會好好咁樣為呢度所求發花經嘅眾生去説法嚇。現在咧，我要願佛安穩住。即係對應呼應翻之前嗰句佛，你不以為累，不以末世去太困難嘅地方去弘揚《法華經》呢件事，唔使擔心，我願意承擔起呢件事，有呢一種咁樣嘅承擔力嚇。咁啊，我喺世尊面前，喺十方佛嘅面前，我哋講緊呢個環境有諸佛十方佛要嚟到呢個地方啊嘛，係咪？我都喺十方佛喺釋迦佛嘅面前。法如是誓願，啊，佛好清楚我的心心念念弘揚《法華經》的這種誓願不退，啊，這個呢，就是在勸詞品裡面呢所說的全部內容了，啊，我們今天又完成了一品了，啊，辛苦大家了但今天這品都說了很多弟子，啊，真的很發大心去弘揚《法華經》，啊，好，其實你看到後面，啊，不要說你弘揚《法華經》，啊，就算是自己人啊，為咗某一啲嘅利益都會點樣啊？都會可能會破壞你啊，等等嚇，乃至到去叫做咧唔成就不得止，仲要點啊？仲要炒禍你啦嚇，唔成就不得止，仲要炒禍你嚇。咁啊，但係好彩我哋而家去到呢，雖然我哋都係娑婆世界，大家都仲有好多善根，仲有都。就我想雖然不是說所有人都同意，但是起碼我們聚在一起的人，應該我們的心念應該都是相同的，啊，那我們繼續呢，要，好好努力去弘揚《法華經》，啊，那，這個就是，佛對我們的付足了，啊，現在一起作個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